哦。我只想说，这个蓝绿在激战哦。我们郭科这边，我都是蓝哦，不要扣我蓝，我跟蓝绿在 peace。我现在扫其他就已经很糟，没有办法大声的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扯了。而且我还一直抓着他，没关系，对，我赚到，赚到。没有保证抓你，没有赚到，是我赚到。好，我赚到，我赚到。哎，不过张宇轩，说真的，我刚刚完全听得懂你的意思，但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他不一次拿出清楚的东西？对呀，因为这个其实没有到这么个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个也是，不是你至少告诉我们租金是多少？你说户民要不要码，什么要不要码？我觉得那个都有那个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那个租金才是能够证明说我毫无问题，我正大光明，更明快一点。对，这其实是拖太久了。我觉得这样上纲了，因为你今天等于说你要指控人家，你得要先证明说他跟这个厂商有什么猫腻，去告我这样。公关团队，不然今天都没有人敢跟建商租房子。那照这个逻辑的话，我跟建商租房子有问题。案上的危机处理是对的，但在助理费上这件处理就晚了很多。对，我觉得世修讲的没有错，这是公关的问题。公关，这倒不是，我觉得倒不是法律的问题。那你要不要我们分享一下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对。因为他其实可以更早就把这，他其实拖很久，而且像发布人事命令的处理也非常奇怪。想搞来解释一下，那么难吗？这样我们也不用一直讨论了。他三点不是要记者会？他三点了，三点开啊？那几点？确定是三点开吗？导播？